员这个职业是我非常 respect 的一个行业，然后我就觉得很感恩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跟这么多有才华的朋友们一起合作。那这次呢拍这个影片开不开心？开心啊。没有空了，因为现在宣传期，然后又要忙自己的婚礼的事情，对，这次我就比较多。吴卓源成朱雪阳小三，喜被曾国成夸满自爱，好友楼俊硕说话了。二号一早，上名老婆 Julia 吴卓源就被爆和朱雪阳在公园激吻，而男方早有交往五年的网红女友 Cindy。 曾公一听闻消息火力全开，先是发了一个哈，接着到 Julia 贴文底下开呛。朱雪阳经纪人回应，工作很努力，但感情太年轻，处理不好。吴卓源经纪人则表示自己不知情朱雪阳有女友，听闻消息非常错愕受伤，之后面对感情会更小心谨慎。不过真公完全不买单，反问你确定？有网友还酸他管不住男友，他泼辣回应25岁的人还要我管哦，我是他妈哦。看到蛮多很厉害的店员，卷入劈腿疑云的朱轩阳遭酸，揪得不去 ，Cindy 不来，刻在我 Cindy 的名字，忘记了分手这回事。而感情出状况，巧的是朱轩阳刚好是这期周刊的封面人物，引来不少抨击。那这次呢，拍这个影片开不开心？开心啊。那跟9888合作愉不愉快？太愉快了。那这次呢，跟这个导演合作呢，是不是非常的幸福？幸福。朱轩阳 Julia 工作上看似毫无交集，其实去年底两人曾同时出席金马影展闭幕片活动。很感恩的心，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各位。Julia 的经典曲《买榜》更是被网友开酸，不是买榜，是直接上榜。其他歌词也被翻出，被批评好讽刺。从澳洲飞到台湾，嫉妒每个动态，中说的自然，我的话在夜晚。不止歌词，过去在节目曾判卷入双P风波的才子同框也被网友调侃。哦，要嬉皮笑脸。我们联手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结果。他们一看起来也是蛮自爱的，节目片段掀起热议，两人双双成为小三，让网友笑喊陈哥是什么反指标。没有空了，因为现在宣传期，然后又要忙自己的婚礼的事情，对，这次我就比较多了。